妈认证同居中，李玉璽狠甩吴心緹，温妮无缝睡进他家。李玉璽去年八月狠甩吴心緹后，今年如读者就爆料他迅速移情别恋，跟大学生没前班底温妮黄雨恩打得火热。二月初粉刊果然直击小俩口热恋，甚至温妮已经睡进李家同居，而且李爸李妈都看在眼里，感觉比吴心緹还有正宫姿态。二月七日下午二点，粉刊直击温妮竟然直接从李玉璽家出门，她快步走上计程车，一路上低头滑住手机，当低头族当得认真。车子一路开到新北市永和，只见温妮走进一间大楼，看来她是在麦卡贝网络电视有工作行程。